大年初五啊，来了这么些个说相声的啊。对，坐底下搭茬啊。啊，这说相声的呀，都哪一团的都是啊。挺好。嗯，今天来了不少的朋友们来捧我们。对，今天不光是说相声，嗯，今天还是一个为国家办的一个大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们替神七那儿募捐。哦，还有募捐活动。对，国家这不是神六刚上天吗？对对对，神七的事儿交给我们了啊，为神七募捐。哦，只要是听到哪位朋友手机响或者您搭下茬，就有人过去收10000块钱。啊，这么募捐呢？嗯，我倒看改了改不了。来是听相声高兴。哎，演员也是如此。对，但是演员能够保证天天都高兴吗？嗯，也未必。哦，也有不高兴的时候。咱们也不是神仙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是凡人呢。是是是，不比您高多少，也不比您低多少，平等。拿于老师来说，就是我，这也是普通的人呢。对，他不是个神经啊，是吧？啊，你是一神经。我操，神说神仙啊，他不是个神仙啊，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，谁都有愁事，是不是？对对。但是为什么说相声呢？嗯，能解愁是那儿有10000块钱了，这就啊，那就好嘛。为这10000块钱，谢谢这位啊。嗯，请站起来让全场观众看一看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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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谁手机没调成震动？快一点啊！嗯，这同志不错，这是一会儿上后台报道一下。咱们照张相啊。好啊。嗯，为什么能站起来？嗯，心胸宽阔。是，站起来自个儿哈哈一乐，哎，图一痛快。对，演员也应该这样。那当然，多别扭的事儿一到这儿都忘了，哈哈一乐，别想太多。对，家里有天大的事儿到这儿您就扔了边儿去，就不想了。于老师啊，举个例子，于谦啊，我啊，一回家家里都塌了啊，全塌了，就剩那门跟那儿站着，那还管什么用啊？围着转了4圈啊，嗯、啊，门站着，哦，套钥匙开门，那还开什么门呢？这个，看看，确实塌了啊，这才明白过来呀、啊，房子、钱财、身外之物不算什么，找着家里人吧，不想了，都在，哦，万幸啊，啊，没事，全拍死了啊。啊，一个没剩，现在踏实了。嗯，转身出来，把门关上，是反锁好了。嗨，费着个事，出去说相声去了。啊、嗯，说完相声，把家里这茬就忘了。我缺心眼儿吧，我这事儿愣忘了。相声这是多大的功效，这是。哎，那没到那份上呢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不是跟您开玩笑，演员确实有自己的愁事儿，都有愁，家家如此。哦，他这样我也这样，您家也塌了，就是。于老师演出结束一到家，嗯，房塌了，又来一遍。您说跟我一样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我也有烦心事儿，都有啊，是不是啊？是是，你家里人家家里过得都挺好，嗯，就我们家这儿不行，怎么呢？吃上顿没下顿的。没钱了啊！我叫我那儿子，啊，严汤，啊，人家，您儿子叫什么？严汤，怎么叫严汤？留到哪儿哪儿闲。呵，这人缘也差点，这好人缘，还好人缘呢。一早上起来，这孩子跟我对着干。怎么了？天底下孩子不听话的见多了，没他这样的。是吗？句句说的戳人肺管子，人说什么了？说的都不是人话。怎么了？爸爸，咱们吃饭吧。呵，恨得我呀！啊，这你恨什么呀？啊，多缺德呀！谁不吃饭呢？还得吃饭。废话，你去年没吃饭呢。好嘛，去年管事还。太讨厌！出去玩会儿去，去玩去了，轰出去。嗯，我媳妇跟我打架。嗯，那事儿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家里日子不像日子了啊！嗯，讨厌。你就不知道吗？啊，嗯，嫁汉嫁汉，为了穿衣吃饭，是不为穿衣吃饭，谁为了嫁汉呢？哦，我说不对啊，不对，怎么说？娶妻娶妻，为了忍饿挨饥、哦，不能忍饿挨饥，干嘛娶妻呀、啊？嘿，全能解释。我们俩这正对春联呢，什么对春联？您拿这当春联啊？啊，
古典文学嘛，古典文学那两句大俗话。对着我妈也说，你看看，没儿子吧，我能吃上饭；有儿子吧，倒把我饿起来了。你看看，我说您怎么了，老太太？闲话，我们两口子抬杠拌嘴的就够烦的了。您还跟着敲边鼓，是哪顿没吃？不就是这一顿？这半个月嘛，是吧？啊，半个月都没吃了，是不是啊？别闹啊！我也打架，我媳妇也矫情，我妈那掉眼泪儿。哎呀，我们正在合家欢乐的时候，嘿，您净说好听的了是吗？一回头，盐汤没了。啊，你儿子哪儿去了，宝贝儿？嗯，溜哪儿去了这是？嘿，溜哪儿去了？找去吧。嗯，整个一大杂院挨家看。哦，上对门了。干嘛去了？把我气的啊！孩子没起子。怎么回事？对门住一老太太啊，替儿子看孙女。哦，哎，娘俩过日子，结拜人那儿包饺子，呵，羊肉白菜，好包饺子，嗯，盐摊站那儿看着，孩子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孩子，是啊，那、哎、很认真的观察怎么活的馅儿，怎么擀剂子，就甭捡好听的说了，那是饿的，知道吗？怎么煮啊？孩子那儿看着，嗯，就这缺德老太太，你说真不是人呢啊？怎么了人家？孩子这么看着，你给捞个三盆五盆算什么啊？人家才包多少啊！啊，往外哄我们孩子，嗯、宝贝儿，夹去吧、哦，啊，烫着啊，我们看看就烫着了，啊，你还往嘴里搁呢你啊！你管着人家管不着、啊。你说这个要是我儿子上你那儿去，啊，你们家包饺子你怎么办？嗨，那没得说，嗯，哎，把孩子抱上来得了，宝贝儿，今儿就在我这儿吃了，听见了吗？啊，这算人生父母养的，哎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这叫怎么说话呢？我生气，我替他生气。那你别冲我呀，知道吗？老太太往外轰孩子，嗯、啊，我一步就插进去了。哦，去了，杨涛，嗯、啊，瞧什么呢？啊，那不就饺子吗？哎，没吃过呀？孩子长脸，是没有？哎，呵，这叫丢人，知道吗？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吃啊、哦，知道吗？吃多了得禽流感，知道吗？嗨，歪的，破饺子有什么看的？嗯、啊，跟爸爸走。哎，那屋看吃炖肉的去，来。嘿哈，您比他还没出息呢，这个。往外走，老太太骂闲街。那是。宝贝儿，吃吧，啊，嗯、饺子，好面好馅儿啊、嗯。奶奶吃一辈子了，也没得过病，哦、知道吗？嗯。有那个论辈子没吃上那孙子，看一眼就得禽流感了啊。嘿哈，把人的话招出来了吧？你说这都是人吗？嗯，那没有您那么气迷心。说话没有人性。啊、嗯。你吃顿饺子了不起？哦。我也能吃啊，那您也吃啊，包啊包，这是包包，就没钱，没钱怎么包啊？没钱我想法弄钱去，找去，那门口有家当铺，哦，典当行，好，这行吗？去啊，我自个儿东西我拿那儿当着他，哎，卖了他，我卖了钱，我买面买菜买肉，哎，吃饭，我一样包饺子，就是。不过上那儿去你得留神，怎么呢？太旧的不行，人不要，哎，这小的他都不要，哦，得值钱的东西，对。我弄一大捆新的，嚯，送去了，他不要，怎么不要？抗席，哎，那是不要。我说你少给，少给也没，给三万啊，穷疯了吧你？啊，一抗席要三万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出去，轰出去了吧？你说皮货行吗？哎，这行啊，这值钱。我看他们买一貂皮大衣都挺贵的。对呀、啊，咱有好皮货，真的没上过身啊。拿去呀、啊，拿去到哪儿？我说这您看行吗？一万就行啊。哦哦哦，不要。欺负人、哎、不对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啊！哎，这么好的皮筒子能不要？不是皮筒子啊，不是皮筒子就要了。什么呀？耳朵帽。嗨，就这么点皮子，没上过身，没上过身。那新的管什么用啊？不要，是不要。恨得我，你怎么弄啊？啊，拐弯回来胡同口，不知谁家晾衣裳。哦，各种衣裳晾一大堆。嗯，你说这个晴天博日的出了太阳、嗯，万一这哪天要下雨给浇了呢？您惦记了，我给摘下来吧，是吧？给人收进去啊！说那边有一收废品的，来来来，来这给你，来拿走。卖了给人家，万一拿雨淋了怎么办呢？是吧？那你管着管不着啊？好心呢？什么好心？买十块钱，嚯、哦，买十块钱、嗯，衣裳件都是你的，我不要，拿走。是您不留这个？哎，买斤羊肉，哦，买肉去了。买根葱，嗯，买块姜，嚯、哦，哎，买一毛钱的白酒。买一毛钱的多了没有钱了，买一毛钱花生。嗯，回来之后让我媳妇儿去院里边老太太家门口那儿剁去，去快去。干嘛上人门口剁肉去？他知道。嗯，他们两口人吃不还掺白菜了吗？是啊，我们这没有，就是纯羊肉。嚯、哦，去剁去，使劲剁，拿两把刀，快去那儿去，哎，剁去，哎，我包蒜，包得了蒜，砸蒜，砸完了兑上醋，嗯，
和弄好了，哦，缩了缩了筷子头，放这儿，来花生，哎，喝一口酒，搁这儿，不能再喝了，怎么了？再喝没了，嗯，哎，对，一毛钱酒不禁喝，嗯，等着吧，嗯，等吃饺子，吃吧，没面呢，啊？我刚才没说买面是吧？可不是吗？哎呀，从植物学的角度说，没面可包不了饺子。哎，从什么地方说也没也不行。这怎么办呢？嗯，那个晾衣裳的也不晾了。您还打算偷人家呀？哎，想起来了。嗯，门口超市，门口超市有面，卖面的。我认识他那经理。哦。姓赵。是。赵经理。嗯。个儿跟我差不多。哦。四方脸。嗯。红鼻子。嗯。酒糟鼻子跟草莓似的。嗨。说这干嘛？我跟他客气客气。哎，我找他去呀。哦，到门口碰见了。哎，赵经理是越来越精神，捡好听的草莓大丰收。鼻子这色头越来越正。啊，您这算是盘出来了啊？什么盘出来了？这搁盘家园卖一好价钱啊！葫芦卖了。不错不错，今儿我们家吃饺子。还没说完，他看看我啊，不赊面。对，白费劲了。我这也没有啊，嗯，我可没说赊面呢，嗯，我这刚夸你两句草莓大丰收，嗯，你非说我赊面，这老街就临这么些人，这不瞧不起我吗？图什么来的？得，怎么？就今儿了？干嘛？你这跟我开玩笑，我也跟你开玩笑。哦，今儿非从你这不花钱扛着点面来，嘿，好嘛，哎，赶紧让伙计拉四袋出来，哎，啊，过些日子有钱给你啊。还是赊去了吗？啊，别话，不赊面。哦。不是你这没劲呐！嗯，你可说你就不乐意了。嗯，我给你唱一歌，唱歌，我给你唱一歌。哎，正好来几个朋友。哦，来几个朋友跟我一块儿的。是啊，搞演出的。嗯，白天鹅乐队的。白天鹅乐队，白天就敢讹你啊？这么个白天鹅呀？拿着乐器，两根弦的那个。啊，那是啊，两根弦的，咱不懂叫什么琴呢。嗯，还有三根弦的那个。三弦。对，有四根弦的。四呼。哎，七根弦的啊。七根弦的，后边那电杆子。啊，嗨，有弹电线杆子，谁让你问我的是吧？废话，来来，弹一过门，我给唱一歌，嗯，我唱一喜歌啊。哦，喜歌，唱完扛面啊，听吧。您老提人鼻子的事儿，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经理乐了，好，话的不说面，哎，呵，还是白费劲，白唱了这个啊。啊，给点给点，不给没有，这没有没有，不是你这样，我还唱啊？那还唱好？我再唱不唱这个了？怎么了？我唱丧歌啊。还有丧歌，一进门来丧气多，给不给？给不给？啊，不给，还是不给？呵，我你这可不对啊！软硬不吃。那得了，咱们今儿就今儿去啊！啊，我解裤腰带，我跟这儿拴，我上吊。嚯，我死了你这儿啊！打你的人命官司，你吊吧！把他乐坏了。怎么了？这个所有工作人员都放假啊，都搬凳子出来啊！百年不遇啊！咱们看看上吊的吧啊！我数十下，他不吊，你们给他挂上啊！嚯！魂不吝啊，这位！不是你这就太过分了吧？是啊，老街旧邻的，您别这样，我确实没带钱。啊，我这两天手里太紧，你好好说，给我点面，过两天给你啊。嗯，那这不就得了吗？哪那么些废话呢？是吧？哎，给，拿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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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吧。其实这几个干活跟我不错。哦。经理发话了，人家怕什么的？那就拿吧。赶紧吧，哭哧哭哧哭哧，往我这口袋里弄面。嗯，往家走，往这一倒。嗯，告诉我媳妇和面和吧，和面和吧，包饺子是。媳妇一边和面一边骂街，干嘛骂街？这个面呢，哼，没法包，哼，黑面，棒子面，哼，棒子面啊，那是没法包。你说这要没点道行，你包得了？怎么包？我得起飞智啊！哎呀，这个棒子面怎么能包起来呢？甭想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烟摊过来，还是那儿子，来来来来，嗯，爸爸这五毛钱，上对过，土产杂品店，嗯，买五毛钱的麻豆。你等一会儿吧，您这胡来了啊？怎么着？麻豆干什么用的？能搁这个里头？麻豆没见过吗？麻豆知道吗？家里套炉子啊，糖炉子拧劲儿啊。对，干嘛使的？啊，就有了它那里边那不拔粒儿。对啊，把它搁到棒子面里边，不一样的效果吗？啊，这饺子不拔粒儿，也不开，买去。哦，一会儿功夫买回来，都把它弄碎了，揪的差不多了。嗯，和到棒子面里边包，这包小的包不了，是包大个的。嗯，大饺子哦，这还不能煮，怎么一煮那棒子面粥汆丸子，哎，对，全散了，是吧？蒸吧，蒸饺上屉蒸也不错，呵，蒸得了啊，盖严实了哦，十分钟气儿顶上来，嗯，熟了，一接屉，嚯，怎么了？这锅刺猬啊，怎么成刺猬了？你麻刀都站起来了，好嘛，拿了手里一瞧，呵，嗯，这谁给他弄了个毛寸呢？这是啊，嘿。
我这怎么弄啊？嗯，哎，门口斜对过有一发廊。哦，我借个推子去吧。推呀、啊！我给饺子剃剃头吧。怎么想的这？等着我。嗯，拐弯抹角到对过啊，一瞧门口那发廊有一大姐跟那正等活呢。哦，我说你有推子吗？借使使，咱们街坊。哎，没有。嗯，剪子是饺子没有？嗯，笼子哦没有，全没有。我一看这桌子什么都没有，洗头水都没有。嗯，我说你这买卖怎么干的？你有什么呀？嗯，就有一折叠床啊。有一床就干发廊啊，我眼泪都下来了啊。还是穷人多呀。哦，哎，保重吧。人家呢转身出来了，走两步又回来了。怎么你什么都没有怎么干的发廊？你这刚明白过来、啊、不是你有功夫上这串着门来？不行，我先回家、嗯、家里还一堆刺猬等着我呢啊、哎、怎么也得给他剃了。我回家一瞧，我媳妇儿找对过借把剪子、啊、正绞头呢都啊。也行，绞差不多了，把醋碟摆上、嗯、来来吃饭吃饭吃饭。哦，把我妈请出来坐当中。嗯，老太太夹起一个来，一边吃一边骂街。嗯，还骂街呀？就顾你们自己啊。嗯，哼，包点这韭菜馅儿的塞牙啊。是韭菜馅儿的吗？闻着看看，那是韭菜吗？那个 啊麻豆啊。哦，我妈吃了一个。嗯，孩子吃了半拉。是，我媳妇吃俩。嗯，这叫什么日子呀？嗨，我流着眼泪，我跟咽药似的呀。吃两三个都吃了。全吃了。哎呀，馅儿好，主要是。对，要有您还吃。没有了，这是、嗯、啊。吃饱喝足了，往这一坐。嗯。我媳妇瞪我，我说你怎么了？嗯。吃饱了你也瞪我。哦。哎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还没法过。知道吗？一天到晚这算哪一道？嗯。这顿是有了啊。哦。明儿怎么办呢？我说你这可不对，这叫欺负人啊啊！泥人还有个土性呢，我现在就走，知道吗？哦，现在就走，走，甭多了，24小时之内啊，我给你拿回来50万块钱，好嘛，这可是大话。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啊！我媳妇瞧我脸上不对劲儿，变颜变色，打后边追出来了。哎，到底是这个抓阄的夫妻啊？嗯嗯，他比那个抽签的强啊！啊，抓阄的呀！啊，我都到门口了，我媳妇一伸手啊，把您拽回来，推出去了啊，推出去了。隔着门啪就关上了。你看看，我告诉你，甭24小时，嗯，俩钟头不回来我们就卖房了啊。嚯、哦、寒了心了。打屋里出来我说坏了啊，拿泥做钱50万也干不了啊。后悔了。你说我怎么说这个话呢？啊，你窜腾的。哎，我呀没我什么事。往外、哦、溜达吧、嗯、想辙去吧，要不我劫道去。劫道？我这个批子份也不行啊。嗯，我打不了架呀。那您哪行啊？是不是？嗯，要不干脆我别活着了。怎么着？人活一世也没个意思哟，我找地儿死去吧。轻生了啊。嗯，我不打算活着了。死啊？谁也别拦着我。哦啊，不活着了。哦，哪儿死去呢？怎么死、啊、怎么死法呢？啊，拐弯出去胡同口那儿有一老头摆一摊儿。哦，杂货摊儿。是，什么都有啊。啊，什么破鞋烂袜子改锥加剪破菜刀破车轱辘、哎、嗯，什么都有。一眼瞧见那把菜刀了，你要干嘛？肩宽背厚日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豪，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啊！哪是菜刀，这就是我的对头心。哟，您看上他了？一把抓在手里，拿手一指，老头，嗯、啊，这刀是你的吗？嗯，老头吓坏了，不是我的。哦，啊、那就是我的了。嘿，蒙人一把菜刀去。我能蒙人菜刀吗？啊，他将本求利来的，哎，一毛钱买的，两毛钱卖，是，咱们忍心坑人家吗？啊，跟他开个玩笑，这就对了，拐弯抹角啊，给人送回去，卖了他，卖了，卖了3块钱，嚯、哦，买串糖葫芦，嗯，买碗豆汁儿，你瞧，买半套煎饼果子，半套啊，买袋卤虾酱，嗯，吃，临死闹一个饱死鬼，嗯，都吃饱了，没包含了吧？嗯、啊，这回行了吧？死吧，死吧，哎，死不了了，怎么？刀让我吃了、啊、对，您把刀卖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嗯，拐个弯去一瞧，路边有一棵歪脖树，这要树上还挂着一个草绳子。嚯、哦！我往那一伸头，整在这儿。哎，您预备的，这是老天爷让我死。嗯，得了，嗯，我死吧。上吊啊！我活不了了。啊、嗯，别拦着我呀！哦，冲你我也得死啊！哎，我什么事、啊、说这么半天你都没拦着我呀。我呀甭问呐，您自己想的。我死了你好把我大褂给你爸爸穿去。谁呀？啊，我没那么损，知道吗？死，
往脖子上一套，嗯，再见了。哦，俩钟头愣没死，怎么回事？掉到脚脖子。废话，掉个了，这不觉着喘不上气儿了呀？不是，你有拿脚脖子喘气儿的吗？这不是个办法啊。嗯，还往前走，还走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天可就黑了。嗯，一直到了郊区了，也不知谁家菜地，菜地旁边有口井。哦，我投河觅井吧。跳井，我扎井里头吧，也是个办法啊。嗯，再一回头，旁边有间小屋子，亮着灯。哦，这儿有看菜地的，有人，我得告诉他们一声。啊，我准备跳井了，告诉人家，敲这门，别睡了。嗯，跳井的来了。好嘛，起来瞧瞧吧。嗯，啊，起来吧。自牛门一开，里边出了俩人。哦，一瞧是哥俩。嗯，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的。小一点的吓坏了。哦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别拦着我。啊，跳井的，有人拦着呢。自杀的，嗯，秘密自杀的，这是秘密自杀吗？别拦着我。啊，哎呀呀，你可别介啊，咱们就指着这口井浇菜了。嗯，这个村里人都指着这口井了，门儿也没有啊。哦，要想我不死，拿30万来，知道吗？好嘛，嗯，敲诈嘛，您这旁边那大个的看看我。啊，老二啊，别拦着他。哦，啊，让他跳。嗯，我说5个信儿，你要不跳，就把你床子里头。啊，夜深人静也没人看得见你，你知道吗？跳不跳啊？嗯，呵，我说你们这可叫诚心呢啊。嗯，我问问你，嗯，这井水是甜的还是苦的？这有什么关系？他要说甜的，我就告诉他，嗯，我是个苦命人，要找苦水井死。哦，要说苦水，那我就说苦一辈子了，得找一个甜水井死。哎呀，整个就是不跳。问问你，这个井是甜的是苦的？啊，半天不苦。哎，得，后路也没了，太损了你们俩。啊，你们太损了。嗯，好，既然这样，休怪我对不起你。哦，往后退了2步，电不灵腰，燕子三抄水，蹭蹭蹭，扑通跳下去了，跪那儿了。我跪下了。两位，我就求求你们给我点吃的吧。哎，对，你们别说软话了吧。老大乐了，你啊，你少来这个。我小的时候一没钱花，就拿这个梦我妈钱花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好，前辈，谢谢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有空您给说说吧。啊，嗯，这快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兄弟，这有俩烧饼，拿着吧。啊，俩走吧。还是好人，拿着钱。拿着烧饼往回走，嗯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？嗯，没法见我媳妇儿，回不去了。娶了她50万呢。对，哪儿弄去呢？嗯？嗯，往家溜达，快到家门口了。哦，我瞧见财神爷显圣了。谁呀？就跟那儿坐着，傻帽翅晃悠着。嚯，哦，后边还拿一鞭子。啊，这手一劲儿冲我挥。哟，哎呦，谁？我要发财。哦，瞧见财神爷了。呵，我跪在这儿，梆梆梆磕头，磕仨头。啊，一睁眼。呀，怎么不是财神爷？什么呀？大黑狗。好嘛，饿精了都。你这我纳了闷了。嗯，哦，这沙漠翅是那狗耳朵。嘿，好嘛，掖着鞭子是那狗尾巴。啊，刚才吃骨头塞牙了，他这叨这骨头呢。啊，嘿，好嘛，我给狗磕仨头。啊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啊，这个背劲儿的。站起身往前就走。啊，走着走着路边一瞧啊，啊，这回是真有钱了。怎么？不知谁落的银子。哟，还有银子，就这么一大块银子啊！这明儿拿着银行换去，能换不少钱呢。是是，我过去伸手我就抢银子，刚一抓着银子，嗷一声咬我手了。怎么回事？黑狗白鼻子。好嘛，眼神还不好啊，抓到狗鼻子上头了。你瞧这悬劲儿的，怎么这么背呀？ 啊，回家，回去了，回家再说。嗯，到家门口，不是我跟你吹，怎么？我们家这门我敢敲。哎，废话。啊，我们家的门我还敢敲呢，啪啪啪。嗯，一敲门，我媳妇儿出来了。嗯，听声音就害怕了。是啊，没死外头。好嘛，这是害怕了。他敢这样说话，我能饶得了他吗？您也横着点，开门吧，奶奶。奶奶了，打开门我就进来了。嗯，您那50万呢？嗯，河边晾着，还没干呢。哎，这拿起来就说，明儿干了咱们拉去啊。我说怎么不点灯啊？怎么这么黑呀？啊，嗯嗯嗯，废话，真糊涂假糊涂啊？咱们这不是一直没交电钱吗？哦，没电。电业局来了，连灯泡都给砸了。哦，啊，呵，我说那天咱家不还有几根蜡了吗？啊，点蜡。那蜡哪儿去了？蜡呀，蜡晚上家里都吃了啊。吃蜡？咱妈吃了一根，孩子吃半根，解饿用了。我说那是蜡，蜡倒不辣，就是糊嘴，是吧？对。我这不要亲命，屋里齁黑的啊。嗯，找着吧。翻来翻去，床底下瞪出一煤油灯来。哦，这也行，这也是个办法啊。对，我不能摸着黑啊。嗯，赶紧，那煤油哪儿去了？点煤油，今年过生日不请客喝了吗？都啊，好，
你们家这神不当什么用可是。可怎么办呢？啊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今天上午我去那发廊的时候，哦，那发廊里间摆了一锅，摆了一炉子，嗯，窗台上各种东西都有，油盐酱醋佐料，他那有炒菜的色拉油，哦，那我要偷一瓶来，不也能点着吗？能用，好主意，去吧。迈步往外就走，噔噔噔噔噔，嗯，来到发廊这儿。我一瞧关着门呢，哦，挂着锁挂着帘儿，嗯，这会儿要叫门我估计他不开，是吧？我一敲这玻璃，啪啪啪，干嘛？警察来了啊！打这窗户里边蹭蹭飞出俩人影去，嚯，一飞飞的这高，嚯，那么高，瞧不见这俩人了啊！一瞧窗户露着，我来吧，伸手进去拿过瓶子来往家就跑。哦，这回我们家是重见光明，能点灯了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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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全倒到煤油灯里边，是呲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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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十盒火柴愣没点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拿错了，拿的醋，醋瓶子。该我了吧？你们说会儿，我说会儿。来了很多的朋友，哎，来听相声，好，哦，尤其今天很多人从早晨起来就来排队买票，实在是剧场小，对，没有办法进不来人，嗯，而且按照消防规定来说，又不能进太多的人，对，加不了太多，是不是？嗯，心里挺不落忍的，哦，要不我出去让他们都进来，啊，还不缺您这一个，也不是个办法，是吧？那是，嗯。你留神啊！啊，北京城听相声好搭下茬的今天都来了。我留神什么？你留神呢？我也留神吧。我也留神吧啊！来的都是朋友，嗯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不管您多大岁数，嗯，坐在这儿咱们就是好朋友。对，人活一世得交朋友。是啊，多个亲戚就不如多一个朋友。哦，你亲戚弄不好，俩人弄得挺生分，还有矛盾，也是有的。是朋友没问题，哎，朋友交啊深，是不是？你咱们这个啊，好朋友都多少年了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啊！别提这个，啊，老话嘛，啊，那也不是这活，啊，老话嘛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人得交朋友，对啊，当然交朋友来说，他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啊，那是，嗯，你书法家，嗯，啊，找画画的，物以类聚。坐在一块儿，俩人能探讨，哎，说得上话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你这说相声呢，啊，找说书的，哎，这能谈得来，坐一块儿能聊天，对，啊，做导演的，啊，找摄像，啊，这是一场活，一块聊，对，唱快板的，嗯，找动物园喂熊猫的，这聊什么呀？研究这个竹子的成长，这太远了吧？这可以啊，啊，跳舞的，啊，找卖钢管的。你尽量看点好舞蹈。你有好的舞蹈的照片吗？我有那照片都不是舞蹈的。你很三俗。分您看什么。说相声的都一般来说啊，过去来说这都讲究是幼儿失学的。啊，对。没辙了。没上过什么学。这才说相声去。对。真正说有钱的像于老师这样的。嗨。这么有钱说相声不多。没有啊，这是纯粹的从兴趣出发。哎，对，我爱好。哎，人家家有钱人不只是说相声吃饭啊。对，说相声一场给多少钱对人来说不叫事儿。我不在乎。娇生惯养吗？不能。打小家里宠。娇生惯养。你看娇生惯养。我也纳闷，他们都起哄。啊。娇生惯养。啊，娇生的惯西洋的。这么娇生惯养啊。你不要瞎说，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记者，知道吧？对，您别瞎说。嗯，我这不是我说的，啊，金文生先生告诉我的。嗯，是啊，我得把他搁出来。他79了，啊，不能拘留。哎，过70不拘留了。多交朋友 啊！为什么说我一瞧您大伙儿心里高兴呢？嗯，啊，您各位是会活着的人，对，多听听相声嘛，找乐，心情舒畅，哈哈一乐，比什么都强。哎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人活一世非常的不容易，是不是？都够难的，啊，有穷人有富人，嗯，穷人有穷人的难处，富人有富人的难处，都有难处，是不是？嗯，您过去来说，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吧，嗯，一到过年的时候还排大队买东西呢，哦，买多少肉买多少鱼都供应的，有定量的，现在就不是了，放开了，跟当年都不一样了。对啊，穷人才吃肉呢，啊，穷人吃肉，富人吃虾，
领导干部吃王八，知道吗？嗨，啊，男享高，女享受，狗穿着衣裳，人露着肉啊。嗨，乡下早晨鸡叫人，城里晚上人叫鸡啊。啊？哎呀，研究太透彻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嗯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人都想好，是怎么能好啊？嗯，得看清楚了。哦，其实人活一辈子挺难的。是吗？你想去吧。其实我想来想去，做神仙很快乐。神仙怎么快乐？神仙你不用关心房子涨钱了。哦，那是。猪肉贵了啊！你看哪个神仙坐边骂着卖猪肉的？啊，没有这么亲民心的。没有啊，而且他省油钱，是吧？啊、你看他哪个神仙加油啊，是吧？啊，对，那倒是。哪儿都弄飞人，哪儿都只要看准电线杆子高度没问题。别挂电线上就成啊，多好啊！嗯、啊，还有这做鬼也很快乐。鬼有什么快乐的？咱先甭说民间有这传说，有没有鬼、啊、这先搁一边。嗯，咱就按那个形象来说，这做鬼很快乐。怎么呢？省电。老跟黑地方待着，我们家没电啊，啊，而且还能吓唬人玩。怎么呢？闲着没事找一旮旯蹲着。哦，这儿过一人，他出去，日子让我吓跑了。嗨，啊，鬼很高兴，啊，太刺激了。嗨、哎，李菁这儿吓唬人的是吗？最难的就是做人了，不容易啊。哎呀，人活一世可不容易了。是吗？你说你做过穷人吧？嗯，吃不上穿不上的，心里恨得很。有钱人就快乐吗？有钱挺好啊！啊，出去怕暗杀，你看看有钱人摔了，你看。哎呀，没拿住谁都能。太有钱了他，不至于。罚他十块，嗯。嗨，去他家产的一半，嗯。就20块钱，还有钱。有钱人也有难处。怎么难呢？你看出去怕暗杀，回来怕绑架，啊，孩子怕丢，媳妇怕偷，哼，有点好吃的先给狗吃。啊，过半个钟头狗没事自个儿才吃呢。你瞧狗剩容易吗？你看看是不是。你说做普通人吧，那挺好。干嘛去呢？嗯，啊，一天到晚没事干，想个车，开出租车吧，这行。一天累个臭死，这点钱都交了车份了。哎呦，没打车。行，打车这行吧。行，坐车出去，手机落车上了。啊，找他要他不给，啪给他一嘴巧，你把脸打歪了。嗨，拘留25天。你这打人也不成。你看上班去。那行啊，单位下岗，嗨，招工吧，到那儿报名就要了。那不错，送到山西小煤窑里边了。啊，差点没呼死那儿。这太危险了，这。出去旅游去吧。啊，闹非典了。你瞧，啊，听说啊，听说北京城青菜很贵。哦，凑10万块钱买车菜拉到北京倒菜，非典控制住了。啊，菜也烂了。你瞧，到二环上城管来罚7000。嗯，嗨。谁让你到二环上？你看也不容易嘛，是够难的。在家上网吧，上网、哦、聊聊天。网上认识一美女，哦，高兴，一见面才知道了啊，跟他大儿子是同学。对啊，找一老太太。你看，天天拿菜刀后边追着你啊啊，非说是因为你离的婚。亏心不亏心的？哪说理去？嗯，上白云观哦，烧香去吧啊，拿着香，从手机出来了啊，掉到那功德箱里边了。嚯、哦！怎么那么寸呢？嗯嗯，拿，哎，啊，表还下去了啊！嘿呀，这倒丢点儿。找一砖要砸，那、啊、抢过来4个，你敢动就弄死你啊！好，那当偷东西的了，难过吧？嗯、啊，哎，这儿过了一个和尚大师傅，看你啊，面带凶气哟，其实你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。是啊，5000块钱卖你一块翡翠，干嘛呀？横着，横着，横一个礼拜，你当时就好了。哦、哎，见效，一切不顺全没有了，都过去了。听他的吧，啊，给人钱来一块横着，翡翠，横2天，舌头都绿了，啊，掉色。谁见谁问，缺心眼吧？啊、白云观有和尚吗？哎，呀嗨，那倒是，上这个恶当，你这哪说理去？啊，在家上网，嗯，每5分钟自动关机一回，啊，10分钟掉回闸，什么电脑？生气，接口水喝，哗。接点热水，嗯，杯子没底儿，脚面烫了。嘿哈，看病去吧。啊，出来一脚踩在狗尾巴上了，这寸劲儿。狗回头咬，赶紧抓砖头砍它。嗯，屎。哎呀嗨，瞧清楚了。抹着鞋上拿鞋砍的。对，狗一闻鞋上有屎味，把鞋叼走了。嘿嗨，又丢点东西。你说多不容易啊？嗯，干什么去？说相声去。啊，说的不好，观众骂街。是。
说的好了，同行骂街。哎，好容易红了，来帮人告你。那不容易，说相声太难了。是是，你瞧俩人站这儿叨叨叨叨叨叨，这行最不容易了。挺难。我们跟其他行业不一样。是吗？啊，我们得要求让您笑，得乐。你唱歌不用笑。哦。来大音乐家跟这儿一唱，你不用笑，你一笑他唱错了。那倒是。啊，不管爱听不爱听吧，最后礼节性的掌声拍一下。哎，大师下去坐坐车回家了。大师没挣着钱啊！你看这，大师有月票。这嗨，更不怎么样了。这啊，说相声这四十分钟没人乐啊，怎么填了往下走啊？太寒碜了。这跟电视台录节目不一样，是吗？这观众这都是买的票，自觉自愿的，还院里还一胡同呢，等进不来的。啊啊，这跟电视台录晚会有区别？不一样吗？那都拿车拉来，都卸在那儿啊。一人给一盒饭，发一瓶水，快吃吃吃，快滚！吃完都做好了，啊，演员还没来了，乐先拍乐，先乐四十分钟。你看这边，这受罪呢吗？啊，一会儿俩说相声来了，啊，那旮旯那有人带着鼓掌，还有领着鼓掌呢。俩说相声，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个，这都电视台来的，你看，这玩意儿还真带起来了。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俩说相声往外一走，那跟着带拍拍，哇，那就鼓掌。大家好，哗！俺们说个相声，哗！倒口说的不好，哗！那说的不好都鼓掌。哎呀，你看这，你看一个鼓掌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不都鼓掌了吗？别瞧俩人站在这儿，没个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你干不了这行，根本就吃功夫太难了。对，要求尺寸，金井啊！你说多了，观众不爱听。哦，没完没了，下去，你赶紧鞠躬。嗯，往这走，那还喊快点。实在等不了了，这还得快点儿。嗯，舞台形象也很主要。是，胖了也不是，瘦了也不是。那是美呀、啊。太瘦，观众不认头。哦，话筒这怎么俩话筒啊？哎，有这么瘦的演员吗？你看，太胖了也不行啊。嗯、啊，那桌子后边那柜子、啊、动一下。这好，净看横宽了。难了。啊，于老师当初多胖？是，比这桌子还宽呢。我就是那大柜子，你看，那实话实说嘛，是怕当初他那裤衩拖那搁那儿，他不穿上，你不知干嘛用的。这叫怎么比喻呢？续上棉花就是褥子呀。有拿裤衩改褥子的吗？啊，晚上睡觉一闭眼嘴就张开了。干嘛？皮肤不够用的。啊，这一闭上这就崩开了啊。啊，你这玩意儿了得吗？这个啊，不至于呢。也就是夏天一上街，身后跟着都是小姑娘，爱看我。嗯，天热跟着你有阴凉，我给人挡太阳呢，合着太胖了都不想活着了。那是老电视自杀，心里不好啊。嗯，门框上拴绳子，弄一套，嗯，呼啦，一面墙都倒了。我太沉了吧？啊，我说这怎么弄啊？这样啊，我给了他点藏秘排油喝。终于说到正题了，您这个。我不会说很过分的话。是啊，有记者，自己有金点。我现在笑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说。好。你要记住，你不能人家弄一个套你就往里边钻。是啊。你以为你是萨达姆呢？你就说这么一题目，把他们都框来就行了。你喝完之后，这不就瘦下来了吗？当时见效，这挺好嘛、嗯。当然了，后来不就不让卖了吗？说实话了，不卖不卖吧，是吧、嗯？但是对于老师来说是个损失。我喝不上了，喝不上了。你好容易瘦成这样，你再续几对就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不是人了，是吗？你不胖人嘛，是吗？胖人，他有办法、啊，节食。哎，对，不吃饭，控制，炒一大瓶子黄豆。啊，饿了来仨来俩的吃豆，您琢磨那个体格吃豆能饱吗？不金饱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大一只鸡，它也得吃多少个呀？是吧？你不能拿鸡比我呀！实在饿得受不了了、啊，那天这一大瓶子，哭嚓哭嚓全吃了。我吃饭哭嚓哭嚓的，我都嘴松，怎么不至于那么松？噗呲噗呲，这行，稀里哗啦，更松了。这个啊、就吃了吧，啊，全吃完四斤多，那么好饭量啊！吃完了渴。那是喝一肚子凉水，叫渴，身是刺痒啊！找一澡堂子烫热水澡去，还泡一肚子炒黄豆，嗯，和上凉水，嗯，外面拿热水一烫，哎呀，你琢磨去吧，这就别琢磨了，这都起了化学作用了，是啊，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，嗯，
学摩托车发动的声音，嘟蹦，满池子气泡。是啊，澡堂的服务员吓坏了啊！于老师，快上来吧！怎么了？水开了。谢谢啊！哎，特别开心。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，是难得老少爷们这么支持，哎，而且一上来，俩姑娘，一个男姑娘啊，还男姑娘，给我们都献花。其实我特别感慨，嗯，你来就来，你还花钱，是你说你花钱了，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对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挺高兴啊、嗯，各位今天让您破费了啊，花了钱来听相声，嗯，当然了，花钱有花钱的好处。哦，这一晚上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这是花钱所买不到的啊！这倒是啊，凡是没来的呢，后果自负、啊。哦，这有什么后果呀？后果非常的严重。您说说，省不少钱啊！嗨，就是省钱的后果呀。主要说的是快乐的事情。哎，钱不钱的不叫事儿。嗯，你要说有钱，我不知您各位哪位有钱啊？啊，你谁还超得过于谦有钱呢？啊，就说我你这。中国相声界最有钱的人啊就是于谦老师。您客气了，实在没事了自个儿还找一十字路口，半夜里画个圈烧点纸呢。我还烧钱。我也问他过，你这不是疯了吗？啊，烧纸干嘛？为什么？不定哪天就死了，先存点、啊、没听说过，我自个儿给自个儿烧去，很了不起。没什么。嗯，在台上你看穿着大褂啊，传统服装，到了后台换上自己的服装，是，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潮人。嘿，还潮人。真的啊，你举一个例子啊。嗯，马上天就快热了，是，你要问我穿什么，嗯，其实我这人台底下特别随意，是，我就弄一大背心啊，穿一大裤衩，嗯，怎么凉快怎么得，这舒服。人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我得讲究一点吗？六月三伏也得穿一个小衬衣，就这么规矩。这头一个扣不系哦，但底下这扣全得系上，严谨。小领子衬衣显着精神，呵，这么大气呀、啊！是是是，底下穿一钉子裤哦。我底下怎么那么热呀？我看着这么别致，哎，对，是没这么穿的，反正勒得都说不出话来。至于不至于？这不挨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到了冬天，嗯，钉子棉裤哦。我是有点别致，我把这钉子裤都续上棉花了。我平时玩的也不一样啊。啊，打高尔夫球啊，这是好运动啊。人家我来不了这个啊，早晨六点就下场打高尔夫球。那么早啊？啊，没事说桥牌啊，高雅运动。玩桥牌是下围棋，这锻炼脑子呀，都是人家干的事。是游泳，哎，全身运动。哎呦，那个技术太好了，是吧？游泳游得特别的快，没错，裤衩都跟不上。哦，那就是没穿呢。这个，你是一个人物啊，肯定是人物。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自豪啊，没人比得上我，那错不了。哦，向您学习。您客气，人都是这样。嗯，地不长无名之草，天不生无用之人，这话对。人人都是有积极向上的心态，这就好啊。我说一个人，你肯定知道。您说，我儿子你认识吗？嗯，啊，您别到这儿大喘气行不行啊？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孩子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。您说您孩子？我儿子郭麒麟啊，虽然说是个孩子，但是有时让我觉着为他感到骄傲。那孩子是不错，积极向上。好啊。哎呦，从小我记得是三岁哦就看书。这么早啊？三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？真是看书多好。十万个不为什么。哦，那看什么劲呢？那还十万个为什么？十万个为什么？对啊，孩子很聪明，是吗？过目就忘。嗯，不怎么样，过目不忘，过目不忘。嗯，到八岁那年跟我说了，说什么？说我想当个音乐家，这就有理想了。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灵啊，感动了吧？感动的我跟王八蛋似的。这什么话这啊？而不压根儿就像什么话这叫啊？啊，不是，就感动了吧？谢谢大家对我们两个人的鼓励。这有我什么事？这里你比我大，嗯，这个。从八岁孩子说要当音乐家哦，高兴，但是不能鼓励。那不鼓励省了他骄傲哦，叫到跟前来说说。好孩子，嗯，非常好。哦，爸爸特别的高兴。是，但是你不能骄傲哦，有人比你强。是吗？你今年八岁了。对，爸爸在你这个年龄已经九岁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谁问你虚岁了？这个
不就是想当音乐家吗？是啊，我带你去钢琴行哦，买钢琴，到那儿就买个哨回来。人要钢琴，你给人买一哨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呢、啊、怎么呢？你给他买了钢琴，他肯定得学。是啊，一学就会了，他聪明了，早晚得成音乐家，下功夫。音乐家的下场就是下乡慰问。嗯，慰问演出，你想钢琴不好上公共汽车呀，那是门小，得雇四个人抬啊，一人500块钱，这就得2000、哦、慰问演出哪有过100块钱的，是吧？演一场赔一场，所以咱不学钢琴。您想的是不是太远点了？您这这就是疼孩子。是啊，他好像不太喜欢。多新鲜呢，不吹哨拉倒、把哨拿来给我。哦，你吹。我吹行吗？哎呀，每天吃完晚饭一吹哨多快乐。是吗？吃完晚饭放下筷子拿过哨来、这是狗就跑过来了。干嘛呀？抱起狗来擦嘴。多缺德呀，这主意想的，拿狗擦嘴啊。你们准有人养过狗啊，你未必想到过擦嘴这门技术。哎，那是没有这么缺德的人。哎，这就是智力的问题啊。是啊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认为我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。嚯、还成功人士。上有苍天，下有地铁。哦，那么在我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什么话呀？这老话吗？什么叫上有苍天，下有地铁？上有苍天，下有我这双鞋。这没听说过啊。是下有厚土，土上有我这双鞋。哎，就您这双鞋，还有你那双啊，地下就放2双鞋。人在炕上呢、在炕上干嘛？看电视呢。您别老提这。哎，你们不能这样啊。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词儿这叫？哎，上有苍天，下有厚土。对，良心放在中间。嗯嗯，是不是？那倒是，人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哦，反正每个人都不同的追求。哦，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那行啊，成为一个成功人士。那您努力呗。成功人士早晨起来，嗯，先来杯咖啡。嚯，放点香菜。嗯，这怎么个搭配？这是啊。喝一口放下。嗯，打开一张英文报纸。我还英文的。嗯，看得懂吗？看不懂啊。看不懂还看？废话，看得懂我还看啊？看得懂我还看他？不是，你还逮着理了是怎么着？你这你知你看不懂这玩意儿多精看吗？是吧？您这是愣看呢？您是看不懂再看的是吗？哦，看一会儿放下。嗯，成功人士该吃中午饭了。到点儿了。吃点什么呢？嗯，成功人士要吃饺子，饺子好吃，和面，嗯，和馅儿，擀皮儿，包，撒点蒜，兑生醋，点香油，拿筷子和了和了，嗦了嗦了筷子头，跟这儿等着。嗯，这成功人士怎么那么厌气呀、啊？这个吃饺子，啊，吃完饺子放下筷子，拿起哨来，嘟，嗯，猫咪就过来了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怎么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您不是狗过来了吗？你怎么猫咪过来了？我那狗起个名叫猫咪。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？这玩意儿，让他有2本护照是吧？呵，他心情会好一些、哦。狗起名叫猫咪，对。那您那猫呢？猫叫兔子。兔子呢？兔子叫鹦鹉。嗯，鹦鹉。鹦鹉叫儿子。儿子呢？儿子叫于谦。啊，去。又转到我这儿来了，您这，哎，这老有你啊！您要不说呢？哎，嘚啊，跑过来，抱起来，擦擦嘴。哦，擦嘴。成功人士，完美的一天，啊、这就过完了这一天。那是转过天起来，嗯，喝咖啡，搁香菜，嚯、哦，英文报纸还看，有活，嗯，依然没看懂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到中午了，成功人士又该吃饭了。嗯，吃什么？昨天还剩馅儿的。和点面，擀皮儿，包，哼，撒点蒜，兑上醋，点香油，和了和筷子，嗦了嗦筷头，吃吃饱了，嘟，狗过来擦嘴。哎，好，非是这个。哎，转过天来，早上起来，嗯、香菜搁咖啡里、哎，看看英文报纸，吃点什么呢？嗯、啊，呀，昨天还剩面了。您天天吃饺子呀？这个成功人士天天吃饺子。嚯、哦，在饺子的海洋里荡漾。哎，好，您不怕烫着？嗯，每天吃完了就吹哨，吹完哨就擦嘴啊，就非拿这狗擦嘴不可。哎，当然啦、嗯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哦，成功是要有机遇的。哦，还没成功，天天这么等，等得我腹都泄了啊！是腹泄了，像话吗？那个怎么说？花儿都泄了，等得我花儿都泄了。哎，着急，真没有辙呀。那怎么办？实在没辙了，喝点闷酒吧，借酒浇愁。打开一瓶85年的 CO。哦。
你先等一会儿，您把哪老板开了？这是不许打人吗？不是什么呀 ？CEO 像话吗？打开一瓶85年的 UFO。嚯、哪儿那么大嘴啊 ？ICU。这什么呀？娘 ICU、哪儿有这词儿？你到底是什么呀？塞酒。嗨，那叫 XO， 唱不了。没有钢琴伴奏。哎，吹哨啊！你少来这套，那个 啊！我一吹哨，你又跑过来了啊！有我什么事的？我这愁得慌，您捣乱，您愁想辙呀？想辙，首先充实自己啊！怎么充实？逢这会儿记住了啊！一定拿自己当回事儿。怎么当回事？找自信心。哦，没有自信不行。哎，我找了一个地儿，这地儿太好了。哪儿啊？首都机场。那儿怎么找自信？奔机场买张最便宜的打折票。打折票飞哪儿都行啊！哦，最便宜，来一张，拿过来，夸夸一撕，不用。哎，找一旮旯一坐。嗯，等大喇叭喊我，喊您什么呀？郭德纲先生，请您登机。郭德纲先生，请您登机。哎呀，我连故宫都没去过，他妈让我登机，这嗨，是那个意思吗？人家两码事，您这啊，让我登机，你说是那登机的意思？这太痛，那是极好的啊，那没法不好。嗯，一坐一坐坐一天，特别高兴。就听这个，我都想把名字改了，改什么呀？改叫郭登机。那有什么好处？给他增加难度啊！大喇叭一喊，嗯，郭登基先生，哦，请拿您的登机牌到登机口登机，欢迎您登机愉快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以为秤砣掉地下了，您。哎呀，真好，特别开心。就听这个，一坐坐一天，哦，非得等着保安过来，哦，陛下回宫吧。嗨，保安都开始隔你了啊！来，嗯。背着朕回宫，背着你、啊，保安都哭了。嗯，臣妾做不到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哪儿来的保安？废话，废话，废话 啊！我用你管我？回家，我是得回去啊！我还有正事呢。有什么正事？还得回去采花去呢。啊，嚯、啊！您还采花呢？我养了几盆花啊，回去掐掐枝啊，弄弄叶儿，浇点水，施点肥啊。啊，那叫石头花儿。养了六盆花，真不少。这六盆花你知道多漂亮？好看。我特意打了一个铁槽子。嗯。这六盆花都搁铁槽子里边，拿槽子养花。哎，浇花的时候水不至于流到外头去。嚯、哦！而且遛花的时候很方便。这词儿我都头回听说。嗯，还有遛花的，许你遛狗、遛鸟，就许我遛花。哦，铁槽子上肩一扛，你知道多气派啊！扛着，哎，跟行为艺术似的。哎，反正得有好身体。晚上10点来钟，没什么事儿、嗯，扛着花下楼，我遛去。哎，不白出来，怎么呢？一低头，马路上有200块钱。嚯，还捡钱了！老话说的对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让其捡2个50的，10个10块的。这嗨，还捡的还都是零钱。嗯，你看这边咱不能要啊？怎么呢？咱们得找施主，这就对了。施主不要，咱们再要。哎，人凭什么不要啊？这位施主，嗯，哦哦，不是您的啊。哦，这位哟，还给10块，谢谢啊。嗯，这位施主哟，5块，谢谢。哎，要钱去了，朋友2块，谢谢。好家伙，人生中第一桶金。好。这第一桶金是要来的，回家路上看见第二桶金了，这是什么呀？捡了一块翡翠，哦，这可值钱，湛青碧绿，这么大块，半尺，好，当件白，两边是绿的，哎呦，老坑的种，这叫佛光翠，还真懂行，明亮棒硬啊，哎呀，拿了屋里一瞧啊，什么呀？冻白菜棒子，这好家伙，您也是气迷心了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着急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哦，山崩于前面不改色，海啸于后心思坦然，哦。平胸而论，嗯，到了我这个年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没有这话啊！您再往里一点，平心而论，啊，有意思吗你啊？废话，您说错了吗？不平胸何以平天下啊？谁说的这是？心胸是一样的，这差远了。哎，这个到这会儿人就应该很好的认识自己了啊，这倒对。哎，我到底能干什么？嗯。哎，认识自己才能决定前进的道路。那您想了没有啊？我真想过呀。这干什么？你说让我卖菜去吧。嗯，我起不来这么早。哦，这得早起。开个酒吧。嗯，睡不了这么晚。啊，得拉碗啊。开出租去。嗯，我又不认道。路痴。我在家上厕所还迷路呢。啊，至于不至于？开旅馆去。嗯，一年就一天情人节。哦，不挣钱啊、哦，都没人住。那是啊。嗯。给人当保镖去行吗？我一使劲就咳嗽，这身体都楼了啊！打篮球去啊！他们那磕膝盖老撞我后脑海，好家伙，个儿太矮了吧？您这个画画去，这行色盲哦。你是唱歌去吧？嗯，我这嗓子就炒饼味儿的，这食不怎么样。演小品去行吗？
小品又干不过相声啊。嘿，这倒是大趋势了。那是说相声去啊，你们这行哪有好人？这嗨，我们怎么没好人呢？你说我给人当小三儿去，又是个男的，这废话嘛。上洗浴中心吧，行，他要让我抽烟喝酒烫头怎么办？人没这个，那儿哪有这个呀？哎呀，想到最后我觉着反正做买卖别贪大。哦，一步一步的来，从基础做起。我想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呀？卖烤串。哦，羊肉串，这个简单，老百姓又喜欢吃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而且来说，首先啊，我不用单独租房子。您有房吗？我这房子临街。哦，门面百年违建。哦，那早就该拆了。您这，你想这么些年都没拆了，不容易拆了。哦，我那算文物了。还好，而且占地势。怎么个地势？虎踞龙盘，您说一说。在胡同的正当中。哦，把中间，我这房正当中啊。那个胡同口啊，三个烤串的，这个口啊，七个烤串的。哦，这非让人挤得死不可啊，这个。嗯，我在正当中，我占一好位置。那是有什么可好的？旁边这家是卖糖葫芦的啊，这倒没没有竞争。是，右手这边是一家公厕。哦，没事，这都挨着呢。嗯，公厕旁边是个母厕啊，母厕。啊、女厕男厕 也没有竞争，没有竞争，多新鲜的、啊、斜对门是老约翰中药店啊。嗯，您听这名字像干中药店的吗？这老约翰中药店祖传的买卖，还祖传呢，打他哥哥那辈儿就是干这个的。这嗨，那不叫祖传。正对门是个成人用品啊，还有这店呢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美啊，你这个听多么励志的一个单位啊。这有什么可励志的？首先你得成人，哦，你才能上那儿买东西去，才能消费那个。那做不了啊。嗯，所以说地势我非常的满意。哦，不错。第二来说简单。怎么简单？有个炉子就能干。那您有炉子吗？把花拿出去就是炉子。这嗨，哦，就是那铁槽子改烤串。对呀、啊。哦。唯一的缺陷就是我得招一个伙计。那有个搭帮的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。嗯。浑身是血，你做多少毛血旺是吧？什么词儿？您这是。裁张纸干嘛呀？拿毛笔写。哦，招伙计，招工启事。好，毛笔啊。嗯，敬启者。嚯，还用老词儿呢。就这仨字看出来有文化啊。那是敬启者。后边呢？我呢，嗯，打算干点门。哎呀，一个人又不灵。嚯，找人跟我一块儿发财。嗯，来了准行，是不来是小狗，骗人王八蛋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怎么里边还有骂街呀？您这大气磅礴，哪儿瞧得出来呀、啊？写完贴出去了 啊，俩月没人来，是没人来，倒不是因为词儿不好啊，啊，红纸写着红字儿，这嗨，您色盲就别自己写了，翻过来啊，拿这面写，哦，写完贴出去，行吗？当天就来人了，嚯、哦，还真快！一开门，这小伙子跟我站一对脸儿，是，哼，啊，我估计得有180斤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他妈踩我脚了你，这呵呵。拿您当人体秤了，你知道吗？后站啊，就后边吧。还挺精神，好看吗？哎，20出头，40郎当岁的样子。这我没法算了，这怎么个岁数？20出头，40郎当岁。大概岁数20多、啊，那个气质，那个成熟的状态，像40多啊，就是显大。哎，戴个小眼镜，很斯文。哦，两根头发梳一中分。哦，蛐蛐吗？这不是，两根头发一中分。这不就是那须子吗？这玩意儿，你说像个业余的正常人？哎嗨，压根儿就不是正常人。浪大了，你不知道催上来什么海鲜。好家伙，什么都来了。那个模样是个窘傻呆萌的状态。这什么形容词儿？这是。嗯，给你纸，给你笔。干嘛呀？写啊，姓什么叫什么，电话。哦。写我瞧瞧怎么样？联系方式。写完递给我了。您看看。姓王啊。哦，姓王。嗯。你叫折寿？有叫折寿的？老板，我叫祈祷。哦，就这学问就别看了，你俩字儿能一块都错了吗？您还真像，那玩意儿是像的事儿吗？那个叫这么一缺德名字，还给人瞎说，这不好听。怎么不好听？我给你改个名字吧。改做买卖，咱们图的是个兴旺。哦，你叫王旺，王旺，我喊你啊，啊，王旺，哦，王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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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行了行了，
你就不怕他拿你擦了嘴吗？一会儿。嘚儿，那边吹去吧。哎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啊！我给你看看相。您还会看相？我哪会看相啊？那您给人看。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，我得拍糊住了他。嚯，吓唬人家！坐好了，你看看相啊。嗯，从你的面相中来看，怎么样？十二三岁辍学，哟，混迹江湖，交女朋友无数。到后来结婚之后，媳妇儿很漂亮，生一对龙凤胎，真好，对吗？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说这不对。嗯，我没有十二三就辍学。哟，我是英国回来的双料硕士，从小到大我都没跟女生拉过手。嗯，怎么着？知识改变命运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句话就用这儿了是吗？早退学早好了。对对，压根儿就不应该上这学。五行缺串啊，没听说过。五行里有串儿吗？这里八字欠考，这非干这不可。留下吧啊，留下。你现在是我的二级烧烤师。嚯，这就二级了？慢慢熬着，明年是一级，后年就是特级。特级怎么样啊？调到八宝山去。哎，好，改烧人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嗯，留下，好好的干吧啊。哦。这个先跟我一块先穿串吧。啊，这是对对。买了羊肉自己穿。哦，自己呢？自己穿，它省事儿也省钱，节省成本。但是一定要把成本压得最低。是，因为在我这个位置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小竞争。您太客气了，那就是竞争的啊。他们有卖2块一串的，啊，有卖5块一串的。哦，咱们呢，尽量的跟他们有点距离。咱们多少钱？1毛钱7串。哎，嚯，您这是要玩命啊！这是，我们俩跟家穿。啊，穿了5天，累得跟孙子似的呀！哎呀，穿完之后，嗯，没等烤，来一帮人全包圆了。怎么那么快呢？就是这帮烤串的。哎，好，对，人上您这上货来了是吗？他们是看见气迷心了。对对，哪儿那么便宜的？说买我这个比外边的便宜多了。那是啊。那可不成，嗯，拿我当进货商了哪行啊？就说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尺二。还真细致，这位看的。换肉。换肉，哎，换什么肉？我一说换这个肉，你准亲切。怎么呢？鸭子的。哦，我怎么就亲切了？我凭什么一听这就亲切呀？我老北京人好吃烤鸭、烧鸭子呀。那你说清楚了。你又想多了。您不想多了就没事。哎，鸭子肉，嗯，鸭子肉便宜。是啊。但是鸭子肉腥气。对了。啊，你什么时候见饭馆炒鸭子肉的？没有，很少。那必须跟酱跟葱一块吃，对，折它那个味儿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要紧，买羊肉精，买嫩肉粉。哦，还得用嫩肉粉。哎，拿这东西弄完之后就好。哦，但嫩肉粉咱没用过呀。那得试试。真吃完出事怎么办？就说是得做个试验。怎么试验？来脸盆盛满了水，倒一袋嫩肉粉，和拢匀了。嗯，王王，叫他过来洗脸。啊，洗脸。用这个，老板不要啊！就说是，你这你看你那脸都那样了，就是，嗯，洗洗脸，洗洗脸，好孩子啊！嗯，天也不早了，洗完脸睡觉啊！哦，一睁眼找到青春，恢复童年，来快，这可以，不惜打死你，快！哎，这货，嗯，带吓唬的，洗完脸睡觉了，嗯，早晨6点半坐在炕上就喊，怎么？我找到童年了，还真好，我尿炕了，哎，嗨。跟这嫩肉粉没关系，晾晾背去，晾背去。这个早就该去，就用吧，反正这么些人都用，咱也死不了。就试试啊，啊，就用它吧。那不行，怎么呢？您这叫欺骗顾客，你这叫吃不着狐狸说葡萄酸啊？什么词儿啊？您这不是乱了？我比你明白，我走的我吃的饭比你过的桥都多，知道吗？你说反了，不是我过的桥比你见的茶酒的都不是？哪有这么你我丢的人比你见的人都多啊？那倒是。哎，这话对啊！哎，哎，我丢的人比他见的人都多，还是见人啊？你才见人呢，非得把我搁进去不可是怎么？就我就有正事儿，你别搅和呀、啊！您说正事儿、啊，嫩肉粉的问题解决了，嗯，转过天带着他，我们俩人奔调料市场。哦，缺调料，买辣椒面和孜然，用这俩换了一个半袖的背心。走，嗯、跟我你先等一会儿。您买调料换半袖干嘛？到那儿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个卖调料的都是一个袋一个袋口翻着，对，什么孜然呢、辣椒面之类的，跟那儿一兜一兜的摆着。嗯嗯，我们俩到那儿，半袖背心，哦，找一水管子呗，胳膊弄湿了。是，我先问那孜然，嗯，质量怎么样啊？哎呦呵，最少半个月。哎，这好，这倒用不了多少。王王，看看辣椒，辣椒面，孩子真听话，咔。哎呦，我前面他后边走，嗯，这就完了。刚走出去，他喊我，嗯，老板，嗯。
我想撒泡尿。哎，好，早干嘛去了？不行，嗯，尿疯啊，就是，辣死你知道吗？嗯，这他懂，嗯。而且我也帮不上你，这多新鲜呢！回家，到家都扑了下来啊，弄好了。洗干净坐在那儿，是一回头他坐那儿哭，哭什么呀，我气了，你要死啊你，真是，我不是为了你好吗，孩子，对呀、啊、你哪怕是结大手我都答应你，哎呀嗨，别说这个了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什么呀，我刚才你插辣椒那啊啊、表掉里边了，这嗨，这能干点什么，这位你这是个废物，什么都干不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买卖一开张咱们就挣钱了、哦、好吗，嗯，到年底我送你，送他什么呀，送你回家，哎，这回家那叫送东西吗，送你个，哎，送你个纯金的小铜佛，那好吧，倒是金的，是这就铜的呀，我送你个黑白的大彩电好不好，这嗨都不像，这闭嘴，行了行了，赶紧干，我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 啊行了，哎，准备吧，嗯、啊、一算呢还差点竹签子，哦，出去扛一口得回来，啊，真快，一百来斤够用了吧，太够用了，扔在地上，把门关上，嗯，谁叫门也别开，哪有叫门的，嗨，这就是那个卖糖葫芦那个孙子啊、嗯，你偷人签子去了吧你？你用得了那么些个吗？那有你什么事啊？这不就结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没什么人呢，这叫再准备点啤酒和凉菜，咱们就可以开张了。哦，还有凉菜？凉菜，你光吃烤串哪行啊？哦，坐那儿喝点啤酒，吃点凉菜不挺好吗？这倒好，来个花毛一体。嗯，什么叫花毛一体、啊？花生和毛豆拼的。哎嗨，净起这好词儿。再来一个黄瓜丝儿。啊，也行，拌的黄瓜丝儿，嗯，我自己切的，是吗？我那个刀工，哎呦，有啊，我自己切的黄瓜丝儿，哦，我切那个黄瓜丝儿，要多细有多粗，哦，到底是细是粗啊？您这看你点儿性不性了，嗯，哎，对，没谱这发挥的。切完这个还得弄点萝卜片儿，这也是清口的，大白萝卜，汤汤汤汤汤切成片儿，嗯，我这个刀工没问题，刚才切黄，但雕花差着。还有雕花儿，这个那是啊啊，一个白萝卜圆片雕花儿，每个上面的圆眼一边大，这个就难了。这倒是费劲啊！我这弄着，王旺看着我，嗯、老板啊，人家那用的都是藕哦，连这都分不出来，您还开饭馆呢？没听说过拿白萝卜雕藕的，您我还纳闷呢。这呵，这不得累死我呀！这一天净雕花了，您说的，我说的呢啊！行了，就是他了吧？可不是就是他了吗？哎，再出去灌点啤酒来，也就得了。哦、什么叫灌点啤酒？哎，我那啤酒有鱼虫子，赶紧河水灌的呀！什么河水灌的？有鱼虫子。我那正经名牌的。是啊，永定河牌啤酒。这好嘛，就河里灌的，都准备齐了。嗯，今天开张。哦，开业了。哎，我这裁点纸，啊、写点那个。恭喜发财啊这类的话。哦，吉祥话。哎，告诉王旺去点火去，快去。哦、啊，先点火。点火。老板点什么火？嗯，就那花槽子。怎么不明白。哎，我这写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好，他对联。问君何所有，烤串喝啤酒。这词儿就差点了。大金链子小金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。这就快不是人话了啊。鸭肉串哎啊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怎么样？真敢写鸭肉串？你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鸭肉串哪个鸭呀、啊？哎呀的鸭，哎呀鸭肉串嘿哈，改形容词了，您这。你要上当，那你活该死啊！啊，反正我写上了鸭肉串好家伙，再写啊。嗯，本店嗯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，这不是废话。您就说刚开张不是就完了吗？7月15待客烧纸，哦，这都管。嗯，再裁张黄纸。嗯，神仙保佑我发财。哦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嚯、哦，这张得烧了。烧了。烧完之后，太上老君就收着了。你怎么知道烧完以后太上老君就能收着？准能收着。凭什么？我在太上老君的名字前边 啊写了一个圈 A。哦，还艾特人家、嗯，什么主意都想，您这是。他只要不拉黑我，就能收着炮。怎么能不拉黑你？哎，这儿写着啊。嗯，王旺过来了。嗯，老板啊，火上来了啊，真快。那个花拿出来吗？哎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不是缺心眼儿了你是吧？早就该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啊！啊，这拿出来烤着串嗯，我请的模特就来了。哟，还有模特开张大吉，请模特走秀，热闹热闹啊！可真舍得花钱，请50多模特。
这得多少钱呢？这个、那花什么钱？没多少钱。怎么没多少？50多模特儿，你一个一个怎么会50多？一个50多岁的模特儿，请一老太太来，您这广场熟女。什么叫广场熟女？看自行车那老太太，这嗨，净胡起名。小脸蛋儿，蓝娃娃的。是啊，染的红头发。嚯、哦，紫旗袍。哎呀，站在跟前一瞧，跟雷震子似的。什么都见过。我心说，我要不要再给钟馗写一张？啊，这不用了，那闹鬼了是怎么、啊？来了，走吧，开始吧，来，来走秀吧，还走秀呢。嘿呀喂，我这摊儿这通牛啊！哎呀，他来之前啊，胡同里还有人。是，这一圈走下来，净了街了。对，谁看谁不怕呀？连我们家那狗都趴那不动活了。那是啊。行了，你别扭，我冷啊。啊，对。来吧，来吧，这熟了，吃吧，啊、这就吃，回来吃啊，不用给钱，啊，不给钱，哎，就如同你中奖了，你瞧，一边吃一边乐，啊，嘿，你瞧啊，啊，又中奖了，啊，什么叫又中奖了？上回中奖什么时候啊？对呀、啊，我那天买辣椒面，嗯，袋儿6块手表，嘿、哎、哈。落到他手里头了，伙计眼珠子都快出来了啊！红了，那是我的！哎呀，蹦出来，当就给一拳，干嘛打人呢？俩人滋不起来了。哎，这小子真愣，是打的老太太喉结都没了啊！这是老太太吗？这个别打了，我这刚开张，两位就是住手！你哎，停吧，嘟，停，停了吗？俩人没停，狗跑了。哎，对对，怕你擦嘴哟，这不要了命了吗、啊？别打了！哎呦，雷震子大战囧傻呆萌，这好家伙，这个热闹劲儿的。打的老太太都流血了。是啊，我跟你们没完啊！你们给我蜡笔小心一点。这什么词儿啊？这是我这就报警打110去。打110，老板110怎么打？这都不会呀、啊！我气的，你废物、啊！告诉他查114去。哎，什么人呢？你们这有一好人没有？你们这里头。他走了，我跟这伙计说、啊：“你看刚开张，你给我惹这么大祸，是这买卖怎么干呢？”就说是呢。正说着，对门。成人用品的老板出来了，他干嘛来？站着我这幸灾乐祸，说什么？乐祸了吧？嗯，就知道你们好不了。怎么呢？你看你这肉，你看你这，你这都是假的呀。嗯，什么？嗯，我这都是假的。对，我一指他那成人用品，嗯，你那都是真的啊？没听说过，有这么比的吗？这个，我这死不了人。哎、啊，对，你那都是真的，你得枪毙，你知道吗？别比这个了。街里街坊帮个忙吧，孩子怪不容易的。怎么帮？你看多可怜这孩子、啊，这孩子不错，知道吗？吗老话说得好，没有胸毛还有腿毛，是不是？啊、哪有这老话？老话怎么说？没有功劳有还有腿毛呢？没有腿毛，有胸毛，有胸毛没有？哪有孩子没有毛？有毛没毛啊？是说这干嘛？不，有毛没毛你得帮他是不是啊？你赶紧让他帮忙。你看你那橱窗里站这么些假人，也不差他一个，是不是、啊？干嘛呀？孩子，快脱，快点，快点脱了。小子真听话，三下五除二全脱了。干嘛？跑到屋里站柜台站着去啊？呵，当假人去。刚站好。警察叔叔就来了，说来就后边跟着雷震子啊，就别提雷震子了。警察一身的水啊，怎么是水、啊？我说您这身上怎么回事啊 ？GPS 有毛病，给我们带着永定河去了。哦、这好嘛、啊，我一听吓我一跳啊，怎么掉我啤酒库里边了？嗨、啊，还是河里灌的。警察说你们打人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们早就不打人，学好了吗？现在啊，嗯、啊，老太太怎么流血了？嗯、啊，她本命年啊，没听说过。别废话，让你们的伙计哥们走一趟。对。没看见，不承认。警察乐了，一指那儿、嗯，不在那站着了吗？瞧出来了，你怎么知道是他呀？对呀、啊，就他攥着串呢。啊，这还举着。